答非所问，说不通，外国人的逻辑好奇怪。你跟意大利人提一个问题的话，通常很快就会听到放轻松吧，不要管太多了。光点个餐到上菜大概两天吧。每次就是找他吃饭，我说哎，张姐你最近有没有空？他说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礼拜三哦，好谢谢谢谢，然后礼拜三都不出现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